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이몸은 언니들도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따로? 看我这40米的大长刀。 开翅膀，这是啥翅膀啊？哎呦啊，挺晒啊！哎。 练住 A E A 平 A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哎呀！ 打了。 你挺狠啊！三个兵，这玩意儿能跟你玩的。 你们说我出个死刑呢，还是来个这个呢？先来个875吧，其他的不着急。这个查起来。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857不是啊，这不875吗？ 狂奔的驴，我扎一段 Q， 二段 Q E， 三段 Q 闪平 A， 链住。
Q 闪不是内圈儿，哎呀，如果是内圈扎他一刀，他死了，吃一层塔皮，저녁처치였습니다아군을당했습니다적더블킬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我很想去帮这个皎月看看他的蓝到底还有没有，应该是没了啊，但是我想帮他看看时间，我想让他知道啥天没。Q 一连二段扎一刀，三段 Q， 一致命点燃一段 Q， 是不烫死了？我感觉。没有，他吃小饼干了，没死掉。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야라제압되었습니다剑魔这个英雄吧，就是优势不会太大，没有猴那么大优势，但我们优势其实也挺大的。我现在压了他30个兵加一级，加两层塔皮，30个兵600块。能差不多压了他1000左右吧。一段 Q， 二段 QE， 扎一刀，一段 Q， 二段 QE， 来人了是不是？来人了！妈了个巴子的，来人就这么凶。
来吧，先杀兰博，一段链柱扎一刀，二段 Q，Q 一连可血战斧平 A， 先把峡谷打了。一段 Q， 二段 Q， 这怎么能没打过呢？这为啥没打过呀？难，不过峡谷先锋让我拿了，我应该闪现过去杀蓝魔，我没技能了，我咋杀的呀？我刚没有技能了，我那技能两段 Q 全用了，杀不了了。不过无所谓了，只不过塞拉斯拿了两个人头。推了，再推可能会出事儿。找队友打团去。哎，又创了一头，可以。这把来个水银海吧。那人马跟我们家野区呢，应该可下路呢，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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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开大招，一段 Q， 二段 Q 一扎一刀可血战斧链柱平 A， 三段 Q 套点炎平 A 一刀平 A。闪现一段 Q， 操了，这怎么又能打输了，大哥呀？这都怎么输的？我都服了，真的。我下来这应该随便打呀，我这是卡莎，我们家卡莎先把对面的人给杀了的呀，下来四打四，这应该是能打赢啊。塞拉斯四幺二了，那也没办法，那人家能捡，那你能咋整？
那皎月十一级，我靠！这不随便打他们吗？这兰博就一个人呢，他给我吓着了。我说实话，他还真就不是个事儿，他还真就不是个儿。他上来啪一个大甩我面前，我给我吓着了。我认得五六个人呢，回头一瞅就他一个。저기전장을지배하고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我打个峡谷来，上路线他得收。我们家皎月压了银马两级，简直是随便了。你倒过来帮帮我呀，你干哈呢？你在干些什么东西？你赶紧帮我打，打完我们快走。你说在那瞅也不知道瞅啥，搁草丛里一蹲，植物人啊，我的妈呀。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简直是一坨屎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皎月是中是打野，齐亚娜是中单。我扎你一刀！咦！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哎呦我靠，这什么伤害啊？
전장을 지배하고 있습니다. 我们家打野呀，好像是闹脾气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见不着这人，不打团了。哦，不行，我这根本就扛不住，我上来一秒就没这人。 对面打我太痛了，得让日女先上。 喜欢点就点吧，不想赢，比较菜，咱就算。